好，哎呀，每个大会一下，游戏还在开，切穿回来，每次都要先挥一下，哎，那就是滚一下，向后滚一下。我下次切回来，我要直接按中间的。有没有按中间？对，中间是发话、欸，哎、啊，你中间是发话，欸、不是啊，你中间是什么？啊，没有啊，就只是切双切回来而已啊。哦，我就不要按左键。没有喇叭哎、欸，喇叭被收去哪了？号角。巴拉巴拉巴拉。号角，哎、欸，对，号角收起来是不是？啊。巴拉巴拉，嗯，号角。啊！哦，我还没盖出来啊，我收起来了。等一下，好扯哦，好扯哦，在我这里，在我这里，在我这里。我放一下，我放一下，我放一下。然后放在凹槽之类的。先放这啦，临时工地。Where's my hot homie? Where's my good homie?谁啊？我打了。哦，小雨不见了，好久不见了，小雨。来试我的刀。走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到齐了。妈，到齐了吗？应该吧。到了哈，都到了哈。都到了吗？都到了吗？哇，你这个视角。哎呦，吓死我了！好看吗？你的视角，哇，看吧，还行，还行。好，今年是兔年啊，第一次当村长啊。那兔年兔村长，对啊，今天先做一件事情，是先找到彼此我们祭坛要找的伙伴啊。要怎么讲？经常找伙伴，就是我们宗教我们一个宗教，同一个宗教的伙伴。对对对，先找好吧，不然也是怕说啊，有人是孤儿之类的就误会了，好不好？先找伙伴，什么意思？自己是什么？哦，就是我们一开始的伙伴是当初在创角色的时候，你选的宗教，好不好？你就是你打开背包点知识有没有？然后有一个宗教，照理来说。你都没有特别点的话，应该会有一个已经学到的，就是，除了应该是除了游格以外的，大家都有看到自己哦，你是说第一个那个看到那个上面就是写你的宗教名字是不是？就是有解锁的哦，有解锁的啊，因为我们上次学那个是什么动作哦，欢呼的时候。他有教我们游格，所以大家的游格应该都是解锁。哦，游格是开的，对，嗯，对对对。但是好几个都是开的，哎，啊，你有特别点啊？你有学？我好像不小心点到，好猛哎！那就那可以，你没有你喝就要全部重点，然后不然你如果都已经都点的话，你就开心选哪一个，你就选一个吧，你想选什么就选什么。对。啊，就前面先找好，那我们30分钟啊，8:30在这再集合。好，那你说伙伴是只找人还是找 NPC 还是找什么？找好，对啊，找好是他们要一起盖在一个地方盖，还是就一起盖祭坛？盖什么？你可以讨论一下。盖宗教的祭坛。宗教的祭。有吗？有吗？来来来，跟我走，跟我走。那伙伴是只找什么伙伴？就我们在场八个啊。有人跟我在场八个，谁跟你一样？哦，十个，十个。受透视。我们十个就是找跟你一样的宗教的，然后你们自己去协调，看是你们的技巧要盖在哪里这样。好。有人是受透视教吗？要怎么看？受透宗教。那个在宗教去哪看呢？扎斯在知识里。包，然后知识。拉到最下面是宗教的有哪一些？幽格带朵什么的，
扎什么的，围什么的，跟射什么的。你全部都学锁的有哪？你全部解锁的？我全部都解锁了。那你就自己选一个，你就自己挑。对，你自己挑，你开心选哪？那你想学哪一个宗教？我不知道，我看哪个最漂亮，等我一下。哪个最漂亮？哎、欸，谁要跟我一起盖愉悦场所？你是哪一个教啊？哪种愉悦？你也是愉悦的吗？很开心、欸，你也是愉悦。怎么大家都是愉悦场所？愉悦来愉悦，愉悦场所小雨家集合啊！来愉悦家那个好吗？我们在小雨家哦、喔，这边三个了，这边三个了。当你好愉悦哦、喔，那我要敢叫、喔。不行，彪彪你不行，你不行，你该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以为我是孤儿，结果居然是没有来愉悦场所这边请哦。我要愉悦，我要愉悦。为什么会愉悦啊？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变这样？怎么愉悦那么多人呢、啊？不是，我愉悦太多人了吧？不是，等，你们真的是一开始就选这里的吗？没有没有，你刚刚说游格是大家都有的嘛，对不对？对啊，游格没有。对啊，我游格以外，我就只有那个愉悦场所啊。真的。真的假的？刚、okay, 好，不好意思。但大家都选了一个很母汤的宗教，真是太好了。没有，所以你看我来穿这样啊。阿发也是哦，合理吧？我是全部，我全部都学嘞、欸。爸爸是，爸爸是万神教，谁都可以、啊。我只有没有密拉特拉而已、欸。还是我自己来创个唯一米尔啊，唯一米尔看起来很屌。可以啊，唯一米尔、哦，那个是伊米尔，看起来很暴力耶、欸。那是双巨人，对，双巨人的。嗯那我跟宝宝有个什么色特，就是、啊、色特就是跟 Bobo 一样。拜拜。色特是唯一，有没有人？对对对。哦。唯一先回。啊，这个是什么教、啊？我们这个是德科朵啊，我们这个宗教哈，就是兽教跟炼尸癖哈。对，兽教跟炼尸癖的，对对对。不受控制，不受控制，确实确实。不赢尸体也怎么办？来，阿腿，入教仪式，不不，就是请你我们教坛做什么刀就好了。对对对，它里面有的，没有，它里面有一个有人倒下，我们就是OK， 一人倒下我们就直接抢。不是，波波上次就这样子，就他还是抢不到尸体，因为我在他旁边。对，这个我要拿他。对，然后他人的尸体就过去捡就对了。对，他就跟那个剥皮刀是一样的啊。他剥了之后会有那个啊，会有那个前面那一罐吼。你们看到那个银色那一罐？有一罐那个白白那一罐吼。嘿嘿嘿，那个、哦、我看到了未了怨之影哦。对，这是我们有兴趣再去看资讯吼。可是就是有点危险哈。哎、欸，他白白的、欸，我们的宗教就有点危险。你可能快速看一下啊，你不一定要念出来啦，或者是对，那念出来就有点危险哈。资讯是不是？OK， 那我知道是什么东西了。Oh my god！ 对，没有错哈。小雨你好色、哦，小雨。啊，干怎样？啊，我们这宗教就是炼尸癖，不然你想怎样？哦，就这样啊！你想，你现在知道挑我们好像不要正常一点的愉悦，我们是远离他们。我们是正常的宗教，他们我们是正常的宗教，哎，我们只是剥取人家的。我们有四个人哦。哎、欸，不是你剥掉心脏比较好，是不是？对，你们四个人，你们对一个尸体这样子，他会被榨干哎。虽然他原本已经是死，他已经死掉了。没有，我们只是帮他解放他最后人生的欲望，好吗？白痴吗？他都没感觉了。你又知道，搞不好人家灵体还是有、啊。你又知道，对呀、啊，他灵体搞不好在旁边说：“哦，真是太好了，谢谢你。”真是太好了，对啊，我的遗愿完成了。啊，你不是这个叫，你在那干嘛、啊？走开啊！走开、啊。好啊，走开啊！我们在集会所仪式哎、欸，啊，我们用好了、啊，是宗教三针。啊！我要怎么做动作？我忘记了啊？动作啊？重啊？其他啊？按住啊？不知道啊？他对啊，刚刚说他怎么没人？在这边。哎，你不是拍屁屁吗？拍屁屁啊！调情，拍屁屁是哪一个？调情。那我们这个宗教的暗号，就大家来选一个动作啊。然后我们下次看到有什么的话，我们就要去做啊。好，要哪一个？调情的哪一个？都可以。
你看我有点死过来。我们好，那我们讲好了，我们现在只要我们队友里面只要有人做，自从这个动作，大家就要忙做。没有，这个时候就是做完这个动作，就是说来过来，我们为了一次赢不够了，来过来，来，我们少一点东西哦。孩子，我们这个祭坛东西有点缺，你过来过来啊，来来来来。啊，天气很冷嘛，我知道手小冰冷，来过来就会流汗喽。你好像很鬼哦，孩子。小雨，你知道这个地方最好是什么吗？嗯，那边就有人了。对啊，那边有人啊。啊，我们可以把他抓过来吗？去找啊，他死了、啊、没有？就是他死啊。你要去波波看，你波拉斯提，你是波拉斯提。对对对，你去波波看，真的真的。他来了，所以他来了，他来了。没有，他有一个死在那边的，一个死掉了。对。啊，所以这个男性死掉之后，有机会挖到未了一定一定会有。没有，就是男性女性都会有，嘿，对。对，他都是女生也有，女生可能还刚刚。那这个是要趁对对对，趁他快死掉，不是。搞不好刚刚女生不好说不好说，刚刚女生满足。啊，对对对对，还有一个死人，这还有死人，这还有一个死人，对。哇塞，好刺激哦！欸、可是小雨，哎、你刚刚用未了之银做面包，对不对？啊，对啊，你为什么把那面包丢掉？又不想吃？哎，团团，这个未了之银可以做这个炼乳面包，它可以转化成食物。这个是用未了之银做的啦，炼乳面包啊，你自己试试看。高蛋白面包。Yeah. 好恐怖、哦！哇，人体好饱嘞，很饱了。哎、欸，你吃了死几亿的那个几亿人呢？对啊，哎、欸，我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生命在我的胃，充满生命的力量。生命的力量。还是我刚想要一个更霸气的，嗯。那我可以做饼干吗？来烤吗？他可以把它做成蜂蜜，他说是因为一个这种粘稠的东西。是叫放一些粘稠的东西，怎么会这样东西哦？就是他就可以做这种那几个，太好笑的。有我拿一些藤，可以再哦，可以再做成面。信奉这个宗教真的不怕冷哎、欸，我的天哪、啊，笑死！对吧？他可以做那个啊，他有一个那个自由妙药，嗯，他可以让那个哎、欸、是耐力提升吗？我有点忘记。哎、欸，可是他那个汉化，哎、欸，他那个汉化好奇怪，他都叫他紫金属变紫哎、欸，到底是什么鬼？就不知道，他就是把原本的一些东西可以变成新的。啊、因为它原本是银的概念吧、欸。它仆役是什么东西放上去啊？我吃完仆役啊。担心说什么？上面不是个仆役、啊、可以放？哦，对啊，这里的仆役不知道可以塞什么。它、哦、这个的话是要放，就是祭司相关的哦。哦，祭司的，好。就要找到这个宗教的祭司。哇，那我们出去的时候再找。要六十个硬币耶。升级对啊，很多啊，嗯，哦，那差不多的。啊，这个可怜人好了啦，嗯，我谁？哎呀，他怎么过不来？哪一个？这个啊，包包被偷走啊、哦！他包包被偷走了，对吧、啊？我要把他抓起来。哎、欸，抓起来，抓得起来吗？嗯、都放出来应该可以吧？你点那个移动与守护吧。是 可, 以移動可是他只给我移动而已耶，还是那些那是别人的、啊？哎、欸，你跟着 哦，你说要把它收起来是不是？对啊，收到包包好像不行，放出来就是。对啊，要有那种。那我们只能从这个箱子里找哎。对。箱子里面还蛮多的吧？看一下。啊，都是巫师哎，我们找那个最低阶的巫师好了啦。一等的哦，你说要放到祭坛哦，他祭坛要对应的祭司 啊，巫师不行，他走掉了，巫师不对啊，嗯，但我们里面只有一个密特拉的，对啊，其他都还没有，哇，又要拐人回来、欸，谁？嗯，什么硬了？谁这谁硬了？
有没有在那边随意？不用不用再印了，怎么印？好难他指定，他要指定宗教的大。对对对，我们现在只有密特拉的可以放。嗯。哎，还有新加拉的可以放啊？还有新加拉可以放吧？哎、欸，有砖块、欸，砖块可以偷吗？哇，可以吧？因为升级可以、欸、升级需要哎、欸，好一点。对啊，所以密特拉有人是密特拉吗？哦，有密特拉，应该有吧？我不知道，我没有知道好像是那个谁啊？比较好奇把那个大祭司放上去会变怎样而已。应该都有人在祭坛上面吧？你二段跳真的好雷哦！哈哈，你那个爸爸那边有很多那个黄莲花，你看你要不要去把技能洗掉？好啊。我伊米尔，对啊，伊米尔是哈基啊。哦，我们现在联合其他小党来解决你们这个愉悦。宗教战争，那你们要喝这个啊？我给你们喝东西。你说在干嘛？拿那个活力妙药。对啊，我现在要给你自由妙药。要不要把一些芦荟拿去给那个谁？恶魔鲜血！哇操，我们家有恶魔鲜血！我们家怎么那么多人？哎，你谁啊？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黄莲花的那个精华？我去那个中间那边的。哦，好，我去找那个。大箱子吗？你要去翻一下。啊哈。有没有那个电梯台？没有，因为这个不能二段跳。炼金术。对啊。好犹豫哦。你不喝，我不能被你们宗教给诱惑，你知道吗？你不喝，我喝掉。还好吧。哎，你之前拿你们那个药给我，我也都有喝。好，我喝。你喝了吗？你可以保护我们。增加耐力呢，五足三大块鸡胸肉肚。哎，要偷什么？偷恶魔的，偷那个鲜血，然后跟那个铁条啊。啊，我要去偷。我要换了啊，只是它好像需要是更复杂的。我还没做。哎，回来了，你们有做好你们宗教用？没有做好宗教的东西吗？还没有。拿去！啊，有吗？拿怎么？啊，怎么有？怎么是盖住？你我是偷走的啊！等一下，不是，来，那个道具有专属女人的道具。没有那个武器是不是？对对对对对。那个我有做两把了。很重没有。哎，怎么都跟我说没有？哈哈哈哈哈哈。那吵架，因为就是你们到时候看到尸体要用那个专属的道具去挖才能拿到你们祭台。的材料可以拿到。对对对。好，行，那我那我会去拿。好，走。还没去偷啊？我们偷那个材料粪坑，我要去偷看。什么粪坑？你们今天在讲你们的那个啊？他怎么在砍我老公啊？这个人，我的队友。是要干嘛？好过分呢！摸出什么东西？好过分呢！好过分呢！没事。好过分呢！我去偷看他们。哦，我觉得我先。
好了好了。哦。哎、欸，对啊，杰克，对，杰克，你去拿祭司，你去放你的祭坛，我想看。在中间那个痛苦之轮那边，轮上面的箱子，有一个是你们家的祭司。死者复现，箱子里那个大祭司。等等，我们要去看看边。对。我们要去看看他把他放出来会长怎样。那全障碍。我看到大祭司了。好，你把他拿去放一下。等。哇，你一人。那、啊、你们都长得很好看哎、欸，啊，我们怎么长这样？他粪坑啊！哎呦！他开始败了。得了。他败了。服装很普通哎、欸。哦。就是上次召回那个秃头祭司啊，对啊，他把他弄回来这样。刚刚有人在那边讲阿波是谁啊？阿发是不是？阿发？哪有？我有阿波。对呀，你头发长这样啊？是这样子吗？把帽子拿掉啊！哈哈哈哈哈！一模一样啊！哈是你，哈哈哈哈哈！一模一样，对吧？好像。一模一样，超过分，直接爬到人家的神杯上面。我看到那个哇，崇拜，太像了吧！一模一样，那就请你在这边了哦。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不能跪在这边喽，没错，变夫人。哦，好好笑！什么人是怎样？什么意思？借位，借位！他、啊、旁边怎么在拍手？对啊，这一切都太荒唐，这我那根本就是圣庙，有人直接坐在人家的碑上面，对啊，直接坐上去啊！小雨，你们都在亵渎神明，你好爽！上去，这不是我的神明，反正不是你的。跟公园那个游乐园吗？还蛮像的。可以爬吗？我真的在拍照吗？哎，对，就是那个啊，出去旅游景点，然后一堆人在那边。大妈拍照来，321拍照。打醉拳。他怎么有爬到他身上的叔叔子？好渴。什么好渴？好渴。等一下，好过分！在祭坛上说我要诅咒你，到底是太狠了吧？太荒唐了！好了，我们现在要干嘛？我们现在大家都做了，我们要干嘛？好，那我们提前吧。我们去地图左上角橘橘那一块探险吧。讲过去吗？对吧？橘那块是不是都没去过啊？对，完全没去过，之前都没有。完全没有啊！对，这几次都在沙滩上跑嘛。好，我们吃的喝的弄一弄。大家食物有没有带够？水有没有带够？对，要去做吃的。对啊，哎，三十分。你们还要那个吗？美味盛宴吗？我剩三个。你还要？就你剩三个。可以去晕了，是不是？对啊。大家管理员都有设定好了吼，万一等一下有什么意外。啊，对，我还没设定呢，我还没用自己动一下哈。嗯，那、啊、你怎么是丢火把？这是腿不是垃圾哦，不是哇！你直接把这丢在别人的祭坛面前，腿耶！祝你幸福平安。没有，你要祝杰克幸福平安才对。那我可以去上个厕所吗？可以啊，三十分集合啊，食物都有够好。要怎么摆动作忘记了？谢谢。按手上空空啊，他要去拜拜。啊，娘娘娘是不是？小便斗。公共厕所不对耶。施肥施肥。要施肥在地板上施法。哪多少？阿米狗，阿米狗，阿米狗。啊，对，阿米狗。哎，是哪一个动作？忘记了。放松。顺从，右下角。
表情吗？顺从，对，顺从，就直接按 R。左右眼前程呢？因为我没有顺从。A 妹，马斯菲，取消旁边那边。乱讲啊！取消表情，表情，取消的右边那一个。哎，我不是，哦，要调情，要对神明调情。对对对对。不要，我要神明干嘛？神明会给你保佑，先上你的屁股，他会为你保佑你。我要激情，我要保佑干嘛啦？你不要保佑，你要跟神明激情是不是？哎呦，好了没？还要闹情绪吗，梳子？这难说哦。太阳太阳，难说哟，波波子。好啦，好了啦。哎，你终于拆掉了，这好痛哦！我知道把它扩大吧。优衣，小雨啊，啊，干嘛？摸食物啊？在跟弄啊？谢谢。哎，你要吃那个面包？还是你要吃我们的愿未了之饮？未了之饮，高蛋白。未了之饮好吃的哎，干嘛这样？那个我信没有了乱。你要信教了呢？我先缓缓，有点心动，可是先缓缓。那、你饭吃完了没？还没，我正在吃。还敢再吃吧？等一下要你带路呢。我靠，我们就是我带路啊！我靠！哇，边吃边带吧。长说的算。就是哎、欸，小雨，那个古粉丝哦，在这里。小雨，对啊，用抹的，你怎样？小雨，你要腐肉吗？这里。哎、欸，你丢这里啊！丢这里，丢这里，丢这里。这堆肥。那边一堆堆肥。好，我去吹，我去吹。出狱会作战呢？家怎么变出狱会作战？没关系。哎，要集合了。好的。坐那边，带上了，老公都带上了齁。有有有，有带老公练等去。杰克，你那只的命令还是正常的吗？你说瞬移那只哦？就还是能控啦，还是能控啊。他还是会一键回家吗？哦、他今天比较不一样，我还没射出来就是了。几个到了吗？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到了。哎、欸，我偷个铁，我的狂飙爆了。好。那你觉得大家应该要自己给，就用编号一到十号之类的。什么东西啊？名字改成编号是不是？啊、没有、啊，不就不就自己记得自己是几号。记几号？到时候点名比较快啊，对吧、啊？不然。好的。我要开始命名几号啊？有没有？由村长命名。哎，由出生。哎、欸，出生日期好不好？我要当零号。怎么零号？那我们我就那个村长顺序啊。村长顺序，哎、欸，那来看一下啊，看名牌啊，不见了。顺序就好了、啊。哦，村长顺序就好了，那我是一号哎。我不知道几号、欸。那二号谁？顺序、啊、你二号，小雨二号，小雨二号。上次是你跟我那个啊。好。对啊，迪叔三号。号吧。叔三号啊。不是四嘛，对不对？对对对，我三号。嗯那我应该是五咯，对，杰克是五，然后雨月六，那我是七、八，下一个我下一个是谁？我是九是不是？我是九，九还是？好，一号在这里，好开始，一号开始报数，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十，好，出发。怎么两个？怎么两个十？这两个十，人家卡住了。走了吗？走了。有啊，走了。Let's go, let's go。走哪里啊 ？Let's go。跟着反应走。沿着河走。好的。沿着河走 ，OK。好冷。冷啊，冷死。这个房子是挡到路啦！我的天哪、啊！等一下，等一下，把它拆了。还要拆了，各位小刀拿出来！
脚刀拿出来了！啊，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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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里是尸体。输了输了，抢输了，输了输了，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抢输了抢输了，哇，好爽啊，好爽啊，好扯哦，结尾刀哎，前面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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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尘暴是啊，我觉得是沙尘暴呢。没有吧，晚上吧，这晚上吧，没有没有刮痧了啊？吗？因为我中间有一个咕噜，有咕噜，有咕噜来了。咕噜，好快！咕噜算人吗？要敲人的尸体吧，杰克。我不管，我敲恶魔。哎，要不要看个 ID 再敲啊？这里有人。好欸，哎，好耶，炸了四个，好棒，炸了四个，开心哦，好欸，不是团团说他炸了四个欸，我是拿到你们那一个的是什么？对，祭坛需要的血，好像可能要过河咯，哎，可以叫迪叔给你，因为只有你们是吗？叔叔，对对对，我回去跟阿叔拿。来打我！我看到前面有人站着哎，我可以去打他吗？走啊走啊！要不前面有人站着哎，你说过河的？对有哎，他站在河边。对啊，这个很好看。先看明，哎呦哎呦他，哎呦哎呦他。打鳄鱼。打野，太打野，太打野。他叫什么名字？看一下，他有名字吗？有哎、欸，有哎、欸，他有名字、欸。没有鼠人，可是他要鼠人。那算了啦。他打不赢，他运不了。小刀，运不了吗？小刀，小刀，小刀，绑鞋带。没想到。没了，大家都准备好了。不等尾刀哎，刀姐在那边等哎。所以把小刀把他戳死哎。没错。好坏。你们都是挖尸体的，所以我是拿十字架敲他的那一种。哎，对，超度他。嗯。好笑。啊，这就是我要看的。敲敲死。女人。我看看看，你死吧！是，我们居然在上山，你们别追！我拿到，我拿到，我拿到了！我没到！可绝版，绝版！太荒唐了！被拿小刀剁死！一群，太扯了！画面真太荒唐。这边走上去吗？还是要爬、啊？走，我这你要爬这上去是不是很高啊？好像还可以沿着走，是不是？走啊走啊，看一下。走走看啊、哪儿？Bobo 断了。前面好像可以。那 Bobo 断了吗？嗯。Bobo 断线。啊？你等他一下。挖尸体。我是穿祭司的衣服。小东西。等一下人，等一下人吧。对，阿波，阿波回来吗？还没吧？还没。嗯。断线崩。断崩。你原本的近战武器是啥？阿肯，那个我吗？上面有只小青的妖孽，他在爬山呢、欸欸。真的哎、欸。滑下来，滑下来，滑下来。他滑下来。他耐力不够。他得死了。加油，加油。哎、欸，他们要爬上去哦。
没有啊，他没有啊。露出鬼脸。哦。你得死啦！哇哇哇哇哇哇哇！好残忍哦！啊！这三次太残忍了。这个可以拔。活下来了。等他拔了，就一些他就只有肉啊，对啊，对啊，没东西。我要的是，哎，戳到我的阿叔，好痛哦，要求赔偿。啊？戳了钱？波波帮我赔。精神损。大家到现在不能回嘴。没错，真的损伤。你有试过自己武器的特殊动作吗？啊？什么东西？你按右键还是 Ctrl 啊？他好像有一个是我 Ctrl 是预设是 Ctrl。Ctrl 加左键还是什么的？就每个武器会有不一样的特殊动作，就除了加手键，除了有没有啊？单手键没有啦，繁星那个是武士刀才有。想说，我就只有踹人家一脚而已。我都没有啊。嗯，就有的武器有的没有。是有一点灰灰的。我也觉得黄黄的哎、欸。怎样杀神豹？哎、欸，有人哎、欸，有人呢、欸？他是人吗？颜色是有点变了。有风声了，那我觉得我的一样哎、欸，没什么差。你觉得是不是沙尘暴啊？沙尘暴，我觉得右键是一样的。那远处那边，对啊，右键不一样啊，右键不一样。对对对，有人在盖了，这个水箱。有人在盖。不不怎么办、啊？还要帮他去死？他不在线上。阿巴溜，他还没进来、啊。对啊。抱歉，阿波。他现在是死了吗？没有，我们的屋顶来了，屋顶来了，这切换，这切换，这切换。哈哈哈哈哈！哎，哎，我轰进头呢吼！哎，奥给兵吵吵，不用门的啦。哈哈哈哈哈！拿火把布，拿火把布你挂、欸，不能啊！你要双手挂，你要单手挂、啊。可以，你可以用脚拿。看起来比较脚用脚拿，大力用脚。用脚的。哎，为什么我的建筑锤只能盖祭坛的东西啊？要换啊！没有，要切换吧？我是切换。哎、欸，有啊！哎、欸，为什么一直砍我？我是一个灯哎、欸！我建筑快速完全不见哎、欸！灯嘿！哎、欸欸，你的头发超飘。可是你选、啊，我记得上面有不一样的分类。你要把它选全部，然后制作工坊跟装饰。阿波，你死了没？你看不到哎、欸。好、欸、我把大家卡住了。啊，我知道。啊，我知道原因了。按那个吧。不，我知道原因了。我刚洗掉天赋了，什么都不会了。啊！没有，刚刚喝到水是不是。对，没有，我刚刚把二段跳洗掉，不然我跳不起来。啊、oh. ，对。我要找时间重喝血。嗯。二段掉是哪一个啊？灵活嗎。灵活最后一个。哦，对，我看到灵。灵活。那、啊、怎么有人突然要煮东西？煮个东西啊！有人饿了是不是？八豆腰。那放个人肉好了。哎、欸，我这里有比较好的肉哎、欸。你们用比较好的肉。都有那个哎、欸，可以拿肉。鳄鱼头是什么鬼？封号，鸡头、啊。大家把那个美味盛宴拿一下，好像没封一下，好像可以。哎、啊，我出去了，好卡哦、喔欸。走啦。我出不去啊。走了。他可以这样。迅速加右键，像麦块一样直接拉就真的好烦你。就你只能迅速加右键。好急了。对啊。好了，拿点。完了，他又不能移动了，怎么办？哇，好亮哦！战火就来了，不知道哎、欸。
吃中 A 波。然后来偷偷吃晚餐。偷吃晚餐。只要刚刚他要侮辱我们的亵渎神明呢、欸，替他道义。亵渎你们的神明，亵渎我们的死亡。嗯，不然我们就先定一个时间，如果他也没回来，我们就先走。对啊，不然他可以在那个嘛、欸、TP 找大家。还是我们上次那个逆行者之境有全部换完吗？你说右边哦？逆行者之境是啥？就是沿着河走到底啊！我们上次在那边找巫师的那个。哦，还没啊，右下右左下左下，我们上次就是把巫师直接打死啊！哦，可是我们是上次要上次有一次是他说什么要打晕比较多奖励，对对对对对。哦，我记得我家里有一个头哎、欸，我要去拿过去吗？他是要巫师头哦。哦，我有带棒棒。对，我要巫师头啊。就我家里好像有一颗。我有棒棒，我可以去打晕人。我有，你走啊，帮我们先去玩啊。我们先去玩啊，等波波啊。啊，换阿旺断了，我们就过去看一下。换阿旺断了，换阿旺断了，阿旺也不见。阿伯，等下换我吧，中部的吗？我威胁你，从南到北开始是不是？从南部开始断了是吗？那等下就我喽，我威胁你。我是暴速开始断的。恐怖哎、欸，要断两个了。我回来了。你好快。所以你刚刚是，我只断断一下，游戏跳而已。哦，游戏跳。对对，我们里面是没有走到最里面，对不对？还没有、欸，没有吧？上场没有。还是我们就去，然后在门口晃一下，因为我们大家卡在这边，好像对吧、啊？对啊，可以啊。大家也不知道干，我们可以去。好的。还有看到。自己喜欢的奴隶，或是有觉得有趣的，可以先敲晕啊。反正就我还没出现。好。我打开这。那你也只能先放着。他这有没有担架？能不能抬人？担架。没事啊，反正躺着是无敌的啦。哦，真的假的？他躺着不会死啊！对啊，不然刚刚沙尘暴他就死了。我想说他怎么没死、啊？他怎么没死？嗯，可以。底下的水草可以啊，纤维、啊。橘色藻哎、欸。对，有色的，我不知道那可以干嘛。还不知道那个可以干什么，有可能做的，对啊，另外要做那个敲晕的，要做棒子用的啊。哎嘿，斗士而已，打他！好，快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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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转翻，转翻。我没有挖，哎、欸，杰克的那个好像速度上比较快耶。我有绝对的优势。是。等一下，我还要再挥两。这边有人要死、啊。哎、欸，等一下，他名字怪怪的，他名字怪怪的。哎、欸，好痛啊！啊，他是流放者，他好痛。气达。是啊。那阿所以这个流放者要打死吗？这个流放者好痛哎。好强哦、喔。他已经要死了。流放者超痛哎、欸。他要死了，他要死了，他要死了。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哦、好废哦！铁条跟铁加固，不要啊！全部拿走。哦，有弓箭手三的，有人需要吗？这么凶，我应该就带人来了。那一只远远的，那一只在射我那个。啊啊！他已经要输了。来，我小刀准备好了。弓箭手三呢？有刀准备好了。不是，他是弓箭手三呢、欸，没有人要吗？你弓箭手三有没有比较强啊？应该有吧，如果他数值没有歪掉的话。哦，欸、他好像来得及耶，晕他。他好像可以。
但我自己是觉得我应该拿武者就好了。喂喂，哎，哎，你回来了。好的，好的，那个位置有动作可以学。哦，团团在哪？好的，在哦，这是不省人事的人呢。好的，好的，在营地中间。等下，这是那个三的。阿波沿着河就可以找到我们，在河的最左边。我已经到了、啊。我晕他。你晕倒，那没事喽。动作在哪里？动作在，动作在哪里啊？哪里啊？动作。本团这边吗？跑去哪了？我老公。你老公应该会在你下线的那个地方哎、欸。对啊。就在这边跟我走。好，跟你走，我要再去带他。他往回走而已，没有很。这里，这是上次漏掉了动作。哦，梳头发。哎呦。Brush my hair。来哦。把。头发在哪里啊？调情。调情。真的哎。五十三，五十三，五十三。防守。他晕得了吗？晕了，晕了。他应该晕了，晕了，晕了。他晕了，他晕了。这可以带回家的意思吗？直接拿去给那个吧。去交那个吗？交换东西。我把他拖去，我把他拖去。我想说，我已经在。哦，月月，你好棒，你好棒。那有没有人有需要？没有就没有。这里有一个三的啦。哎呀，这个怎么抢我的尸体？这边还你，这边还你，这边还你。我不要，我已经变你们中奖了。谁射我？射兵这么严格哦，输射敲晕。我要敲晕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要三阶的，那就先敲晕好了。三阶的，弓箭手。他晕了，这晕了这边。我是没有要。哎呦呀，我也没有要。弓箭手有点麻烦。啊，他不小心把我们要的打死就完蛋了。还有他的那个，还有他那个硬币，九、欸、个他的那个硬币，九个哦，欸、有我刚刚有捡一个，那我捡走了。好，阿哥快点。刚刚那个巫师有换到东西，哦、真的假的？对对对，他换到金石、银石，哦，还有炼金粉，好耶，还有九块钱。哎、欸，那我钱这些给谁、欸欸？来来来，给你给你给村长。哎、欸，康叔叔的尸体会流血，你们有要掏吗？刚刚那只换到的东西，哦、你可以掏掏看，我刚才有掏到血。哎、欸，我没有抽到。有吗？有吗？啊，有哎、欸，有哎、欸。我操！哈哈哈！有哎、欸，让我们死了。谢谢，感谢你的贡献。谢谢你的贡献。哎、欸，外面有两个躺着的。躺？你说晕的吗？弓箭手啊。发在打晕。哦，这边有多少弓箭手三啊？有没有人要带回去？应该没了吧。他很精壮哎、欸。还有那个什么放流者。小雨，你要不要换外面弓箭手三啊？他长得很帅。真的吗？我去看一下。哎、欸，等一下，会不会卡住？哎、欸，这个武器可以学。旁边还有一个流放者。啊，武器。这个可以学。哦哦。你跟他互动可以学。我叫了奶妈走过来。我去看一下那个。打法武器。对，在这里。我要先把。后面这只衣服脱了，不是吧？你都还没带回家练起来，你就把衣服扒了，什么意思？你要把它丢在这里了，是不是？是不是要把它丢在这里啦？可是它现在也是不攻击状态，没差吧？哇，那这样子我们是要先回家一趟，还是就直接出发、啊，村长？啊，他们还在那边玩得很开心哎、欸，可以吧？对啊，他们如果还在玩那边。Hello， 你们在对灯的吗？没有没有没有，有拖人，有拖人呐、啊，所以我不知道哦。看，因为他们在前面等。哦，那先进去啊，先进去啊，走啊走啊。小雨再忍一下，还是小雨想落单？什么东西？没有，小雨想带男人回家。
小雨物色到新，你要先回家还是我们先再进去？什么、啊？那我都可以啊。那走啊走啊。那个剑人。哦，那我要拿剑人三阶，剑人三阶。所以是啊，那个嘞，还是一代剑人嘞？还是他是三阶剑人？你这样是骑驴找马、欸，好狠哦、喔！对啊，什么了吗？绳子，绳子吗？绳子我这边有。没有。对啊，那我们就跟着村长走吧。走吧，走吧。啊，来一个，来要往这边喽。双子、啊，我跟你们走，跟你们走，跟繁星走，繁星，繁星，哦，繁星在前面，真的。对，我们上次因为走在外面绕完，我们就回去了。嗯、对，上次没有进去。上次不是打不赢里面的吗？有吗？有进来打，是有走，只是没走进去，没到这啊！哇哦。哦，哦，那我先放着。什么亮亮？这也没什么意思。哦呦，渣仔，那好酷哎！渣仔，干嘛？多人呢？干嘛？打架吗？哎呦！是啊，死了。他就这样数哎，为什么有些人是直接走到底下？哦，有密道是不是？这样是有密道的意思吗？为什么要走到底下？是吗？是要对面杀一个人的意思吗？要拖着人来宰吗？好，迪叔。那、啊、这个人呢、啊？这个拖着这个人呢、啊？啊，你要宰啊！他要男人、欸，要杀也可以啦。还要杀一个，要杀男人、欸。有后面来了，后面来了，后面来了，后面来了。还有一只吧？有，这边是有放小雨的，是小雨的。对，我觉得小雨的在他手上。哎、欸，我们这一只在跳 breaking 哎、欸。还是这只要剁了？这只弓箭手三要剁吗？还有一只吗？没有。所以是要剁这只秃头弓箭手，这只这只应该是没人的吧？啊，不然就剁啊，你们剁。你要剁他干嘛？剁他，是直接拖着，被我拖着而已。要不要拖到好的位置啊？剁他，他没有人剁了吧？剁他，好，来吧。大家好狠剁哎！在这边杀，快挖，快挖，快挖！但是没有哎，没有东西。哦哦哦哦哦！快下来！快下来！德克斯特的实验室哎、欸，是进副本的吗？哎呦，哎、欸，这副本啊、喔！尊重了，尊重了，尊重了！进副本了，是哪？哦，打副本，对，哎 ，NPC 挡路 ，NPC 挡路 ，NPC 挡路，你前面的 NPC 挡住了，完了 ，NPC 挡住了 ，NPC 挡住了，不好意思，我打了。哦，这是我的，不好意思。有这个可以点一下哦。有。哦，新知识挖泥工。有新哦，新知识要点一下。挖泥工。哎、欸，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好吗？借过一下好吗？谢谢哦。我、哦、这里有。嗯。灯火灯笼。好可爱哦。我、哦、是白色蜥蜴耶。谢谢。它死掉了。好白哦。我很嗨耶。啊！我被砍到！有哦，这是可以直接走过去的吗？可以吧？可以吗？哎、欸，这边有，可以，这边是叫我们下去吗？等一下，等一下。哎、欸，底下，那边底下有箱子，东西底下吗？底下有箱子，哦、底下有箱子呢。哎、欸，垃圾、哦，快跑！垃圾、欸有发光的东西可以捡。这是什么？确实垃圾，确实垃圾，对，所以我要上去了。好多蜥蜴哦！哎、欸，有怪怪的声音，有怪怪的声音。没杜莎，没杜莎。乳头？杜莎？蛇妖？乳头吗？一般的乳头。我有。乳头。可以给我一点点吗？我只有两个哎、欸，你是要这个骨头吗？两个就可以了啊？不是这个，不是。那我没有。哎、欸，什么骨头？另外的一般的骨头哦，我没有是头骨，我没有一般头，按头骨不收回去吗？我、哦、那个我带在身上带了好几个礼拜了、欸，哎呦，哎呦，好快啊！请问有人需要一般的骨头吗？一般的骨头吗？一般的骨头，我有130个，够不够？可以。给我十个就好了，不用多。要金牙吗？我骨头，没有，骨头有686根。
没有没有没有，好了好了，有了有了，我只是要做这个东西而已。好。哦。哦。好可怕，哦，这个地方。很贵。那你先走，我走在你后面。哇，那个发光的东东，不知道是什么。你要这个？哪里有发光啊？你看你看你看，你拿你拿。啊？你拿骨头可以做成我自己的。哦哦哦哦哦！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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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五个人要进去打打打 boss， 三个。芝麻开门。哦，开门了。白痴哦。开门开门。走进去嘞，懂吗？哦。对啊。有书哎。哪里有书？对，哪里有书？地上啊，这边地板这边，刚好绿，我没看，骨头堆里面看到，不是没有学会，没东西，好，他门要关起来，门关起来了，啊，门关起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完了，奶妈，八团拜，吃啦，好，开开开，没事没事，自动门自动门又开了，自动门，移动迷宫是不是啊？我在看书啊。啊，好怪的声音哦！向向我走过来，过来吧。哎呦，向我走过来，没杜莎，没杜莎，他没有肚子的沙。哎呦，下水沟吗？哎，这里好先进哦，这是地下水道哎。对啊，此处无法攀爬，攀爬哎。对啊。好，那我们要怎么行吗？盖东西，保护保护，什么机关？保护。地板这边有断断剑士哎，哦，是射那个靶吗？上面那一个哦，啊，不射靶射靶，那边很多剑士啊，有了有了有了，他被推进去了，然后嘞啊，哪里推进去？还有喽，有水淹水了，淹水了，可以游了，好哎。好解谜哦，好多了，聪明，很聪明，哇，谢谢，谢谢，谢谢你，谢谢，很好哎，开门，干嘛 ？Open Sesame， 芝麻开门，芝麻，芝麻在睡觉，芝麻芝麻起床开门了，芝麻起来开门，芝麻在两边会有什么东西啊？我想过去看。可以摸吗？不行。让我对你说情话。我是迷宫的主人，我已经气死，这些人到底来干嘛？错了，你就是一个很诡异的气氛，而且那边我的爱人，爱人呀，当你对我说情话，我的真心，我的真意，你是否知道吗？水上来了，有水哦，你是否知道吗？可是水，哦有，我以为不够，我以为这是酸呢，够了，开了开了。芝麻开门！开门！我要射了，要射了！中间再看一下就知道射了，要射了！射射！好长，是小鱼儿哎！我有藏什么东西啊？哎，在旁边吗？我在看箱子，我在看。然后有射到！有！哇，水一直满哎！哇！慢！哇！有吗？水里有东西吗 ？No， 没看到。小鱼儿，右边也要射哎！哇，有点跳过去啊！躲过去了，跳过去就好了。你好像是扭二段跳吧？因为那个是，因为那是鲨鱼，结果你吓到我了，什么鬼？谁的？鲨鱼？你做的包包哦？我咬你喽！笑死！怎么有鲨鱼？他放在哪里？我只是来这边拿箱子而已。这边有箱子，哎，没水了，怎么办？我们是高鲜的鱼。哇！温度。刚这个水是怎么起来的？
哦，有啦有啦，水钱不要扔。他是来回的。白痴，怎么没水？好好笑。有了有了，有水了有水了。好啦有啦，水来了。太快了吧？对啊。我怎么在抽血？他就是跳上来。奶妈溺死了。奶妈，你还要得下还会传？可是没有看到机关了呢。这里呢？我听到奇怪的声音哎。哦。我听到奇怪的声音。还是前面还 有人差一点出发、啊。你说是用什么机关出发之后再来这吗？也、欸、不可能。对啊，因为水里下面水啊。是啊。该。旁边吗？右边有机关不是吗？这边有个可以射的啊。这里还有一个啊。对啊。哦、这里还有。小雨，你屁股吗？这里有一个。我射了。你灰尘。啊，又没射。啊，我工具还没拿起来，没奇怪。哦。里面这里有水了，好耶！里面有水了，啊，下面没水了哎、欸。等我一下，没水了，有啊，等他一下。有啊，他在有了有了有了，等他一下。有水了，有水了。服务生，我没水了，服务生，要不要加水？加水加水。要什么水？啊，水水水水。啊，这游乐器没水，掉到一半就不给通行的人呢、欸，他会直接游。都来游，没事的，没事的。气死了！起来吧，我的子民们！都卡在这里呀、啊，上不来。哎、欸，他有很多路哎、欸，明明有一个哎、欸，有两个路哎、欸，哪里？两条路。哎、欸、呀，要不要先往哪边走？区域啊。走了，右边，等一下，右边，哦，真的是酸了、哦，啊，这个会受伤哦，会受伤了，哦，哎，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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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羞呢，哎，足疗，哎，好陷阱呢，啊，这是可以开的，开，哎。看一下，感觉他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哎、欸，好像这条路好像没东西，吓死我了！你怎么这么跑啊？你好喜欢你，我觉得他在叫的时候很好笑的吧？旁边一个小箱子拿完了啦，啊，里面有什么？垃圾？那里面我不知道，我看的时候没东西。加币具，加币具。冲啊冲啊，走了！人挤啊人挤！哎，十八拖十八拖！骨头人骨头人，死人骨头死人骨头，这个是我。死人骨头，这是好久不见的骨感人哎、欸！还有呀，死人骨头，命中注定的，命中注定的死人骨头。他气好长哦。死人骨头死人骨头，我怎么都砍不到。你要跑的人是教人就是技人。骨头人很嗨、欸，因为敲不到。小雨，小雨，他身上你掉的肉哎、欸。真的吗？他有发啊有啊，发臭的肉。哦，他明看起来就没有肉了，都是卖掉的。他是肉干而已。哎呀，好刺激！哎呦，哎呦呦呦呦呦！上面不是都会他说我的哦，真的，真的，真的。哎，他应该是不用马赛克之类的吧？胸部，我怎么会怕说没穿衣服啊？网络是不是要没了？哎，为什么我跳过去，我跳不过去？喂，喂。哎，没事没事，我以为我要断线了。我不过去了，没有攀爬哎。走啊！哎，跳过来了！哎，回转跳，回转跳，旋转跳，旋转跳，左边比较好跳，左边比较好跳。哎，有，左边比较好跳，是。到这里好腻哦，腻游一下。哎，射那边吧，射那边吧。白痴啊！那边呢？那边呢？哦，好远啊！左边怎么跳啊？左边很快啊，左边很好跳呢。怎么跳？怎跳好？会太远吗？有水了，有水了，有水了，不用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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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走？这水火不洗。往往右边走哎、欸。哎呦，吓死哦！我们跳错边了是不是？我们这边吧。这个火兵就泡在水里面，他在哭。没水了，没水了。水又没了哦。哎、欸，你们要哪边啊？就是火，我们在这边。跟着村长、啊。他们说我们那边好像是死路，我就走到你们另外一边了呢。哦，所以这边是死路，是不是？这边没有路啊。这边没东西了吗？这边没东西哦，就一个箱子啊。还有一个杯子的、欸。有怪怪的声音呢、欸。那我怎么听到电吉他的声音，有个哒哒的声音？对啊，我也是。就这个下面呢？那个下面，不是好五大块。有哎、欸，走吧走吧。走吧。你就是火，是我的造型。I'm feeling cozy， 无法喘息。我就是火。哎、欸，电梯拉不去啦！别讲我了，太营业。哎呀，玩懵了。哎，这有一本书哎、欸，欸、有书哎、欸，哪里？上面有书啊、喔。哦，上面。冒险家笔记是。对，我等下一波的水了。哦，这个有暗的是不是？就是色的。别叫我停下来，我来了。好，等你们有了。多久了来唱歌，呼吸大的鸡腿。有怪怪的声音呢，感觉这边的呢。在下面了，等一下，他们上来，现在回来。Come back。我就是爱你，别叫我停下来。Come back。他叫我放弃武器跟财物，有何不可？有何不可是不是？有何不可？天空快要下雨。我想要写歌，想听时空的第三的。好那我们是往右边走吧，感觉是绕一个圈而已呢。往右边绕，啊，排水孔也好现代哦，好大声哦，喊你！我好像，哎呦，好像骨头人，骨头人，喂，那是什么？确定吗？哇哦，哇哦，那是什么？哎呀，哎呦！哎、欸，等一下，你们要远远打他哎、欸，不能下去呢。哎、欸，好烫！哎、欸，怎么这个会酸呐、啊？这个会酸呐、啊，好像不能泡啊。交给远程了。还、欸、没有，他转走了。哎、欸，哎呦，看他。哎呀聊天室打 easy 啊！这边有书，这边有书，红红书，老书，深渊之剑，短剑之四，爬虫穴。哎，蛇梭鱼吗？怎么？哎，两下就死了。阿利波特消失的密室啊，各位。哎。好肥。阿
还蛮像的，还蛮像的。太 easy 了。有爆笑吗？他没有掉任何东西。没有。他就教我们做新东西而已。有一个深渊之眼跟那个深渊之牙，然后还有一个三直城。你丢出来吧。你好，丢出来。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你回。回去再用大箱子看好了，我怕这个问他掉到都。哦，也是呢。会忘记哦。哦，好啊。好啊，那我先捡着、啊。那先拿回家。嗯，好。对，那我们可以出去绕左边吗？好。哎、欸，他不就绕，他不就绕一圈而已吗？那個、说不定也不见，那个酸酸石。对啊。这里的，这里的，这里出去了，这里的。哪里？哪里？这可以出去啊。哦、哎、呦，回到地面呢、欸。哎、欸，我怎么没有？直接就出去了，是不是？那边就是出去啦。啊，我们怎么出去？按一。这里啊。按一吗？哪里？为什么不行？没反应呢。哎、欸，有了。按一。有了。我们刚刚是怎么进来这里面的、啊？哦，有了。我忘记我们怎么、啊、哦，那个这是哪里？你这是哪？那个到我们在哪里？那好高哎！村长说要去的紫区橘橘区就在前面哎、欸，走了，真假的？走了，那好近哎！我们有扫人吗？我们要死人吗？哎、欸，倒数一，倒数一，一是谁？阿旺啊，我啦，三二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大吉，好了，好的，大。阿旺什么时候是一了？阿旺他就一啊，对对对，你猜他再找就好了。我一直都是啊，你一直都是哦，一直都是一。你呀，你俩又有要断腿了。哇！好，然后我们又往那个回去再看他就好了。就直接跳下来吧，对吧？哎呀！我推到你吗？你真的把我踩下来了。可以吗？没事，我没受伤，没事，我不。好平啊！是受伤了。繁星，你要不要这个火把？没有了。哪一个？哦，你说那个、哦？看一下奶吗？什么蓝绿的这个？是什么？哦，这好酷哦！你要吗？我这边还有。你要吗？你要当村长吗？那给你拿。不要不要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这边还有啊。等一下哦。I don't want to。这不是？我看一下哪个方向。这里，哎、欸，好、啊，有那发光的东西耶，那个火把，你走，刚刚水底下，我好饿哦，哦，啊、你没有带吃的？有啊有啊有，我带，不要吃的，你要突然好饿，还是说外面很饿？那外面很饿吗？还没吃完的那种吗？我刚刚吃完了，我刚断线的时候吃完了。哦、我想也是。哇！哇！哦！这是什么红土地形？蝎子。哎、欸，蝎子哎、欸！有蝎子，有蝎子、欸！好大只哦，那是网吗？大只。可以养吗？不是，旁边有两只小只的。救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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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帮你打，我在帮你打。你看起来小蝎子，看起来没事啊，是蝎子有事嘞。哈哈。蝎子死了，你又没事。哦，这里很大哎、欸。有帮蝎子杀哎，他往有建筑物的地方看。对啊，你现在都死了。哪一个啊？视觉需要nerf一下大家的攻击。应该是还好吧。还是要 buff 怪的攻击力啊。好大只哦、喔，也是好大只的哎、欸。好可爱呀、啊！哦哦、那是什么？好大只哎！无名城市，无名城市，走走走走走，冲啊！喂，好大，更大，更大，更大！冲啊冲啊，真的假的？还有更大哎、欸，更大只哎、欸！体力不太对嘞，你会输的，他是不是你会输啦？冲啊！魔物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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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物猎人！哎，有在扣血吗？骗子，骗子！哇！他血超硬，他血超硬的，哎、欸，他超好痛，哎、欸，他好像迪亚布罗、啊，还有，我被送回家了，这个有，这个有痛到，这个有痛到，喝一下，喝一下，
消灭龙。哎、欸，啊，他叫我们消灭龙啦，白痴哦、喔！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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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断尾了没？要断尾了没？我挡得住他的伤害、欸。都给你了啊啊！我们是两个人了，各位。我们两猫了，各位要回去了。海菜是正常的，还是龙哎？还不吃猫饭啊？猫饭。你要死了，赶快跑！断尾，我断尾。哎呦！哎呦！我天哪，断尾！他要数了。断尾了，要断尾了，要死，要死，要死！他死了。叔叔。他死了。耶！巨型生物。我们有人被破了一半了。巫师可以拿到血哦。杰克的尸体也可以拿那个装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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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有说那个阿苏的身体，有我把雨月的尸体播了。哎，小雨，那这么爱我，那是我们自己人哎。哎，那会不会有宝箱啊？没关系吧？对啊，应该会有吧？可能附近可以找找。它是三阶的，应该在下面吧？看有没有有没有刮到钥匙。我没有看到，我是刮到龙骨跟龙角还有龙肉啦。对，我也是。那有钥匙，有人拿钥匙。我没有拿到。有人踩破我头上，那个人太过分了吧？哎呦！哇，我没有钥匙。我也没有钥匙。还滚下去了啦！你们冲啊！他已经滚下去了，一下就没了。好好笑，我没有钥匙，钥匙我也没有，没有箱子，我没有，没看到哎、欸，啊，他是小怪而已，是不是？懂了懂了，他小怪了，只是小怪而已啦。对，他三颗骷髅头哎、欸，没有啦，这个大只应该会有啊，照理说，大只的啦，在这边可能是小怪啦。我要找一下，这没有，哎、欸，要去，上面还有龙哎、欸，打龙喽！去打龙是不是？你想一下哦、喔，打龙喽！前面又在打龙喽！前面又在打龙喽！前面又在打龙喽！哎、欸，好吧，等一下，你刚刚有死掉吗？谁？你刚刚有死掉啊？你刚刚死掉的话，他应该掉在你就断掉了。对对对对对。哦、oh. ，你可能要就是回去你死掉的地方看一下。你刚刚是完全没看到人、啊，我觉得这是龙的血很厚哎、欸。你死掉的地方就可能他也死。速度很快，不然因为你的。之后他会他说我现在很热哎、欸，天哪，怎么办？你很热，很热，腿水吗？对啊，他说就体温，哎、欸，体温很高啊。哎、欸，有人呢、欸？这是他是骷髅头啊！我死骷髅人，骷髅人，骷髅人吗？的装备的保暖效果太好了，你的温度体温太高。有那个洞哎、欸。哦，这么好哦。嗯。不过都一都一格哎、欸，没东西，还是你的耐热不够？有东西吗？哎、欸，那没关系。我觉得你有什么腐化加强？我就是一个怕热怕冷的人。腐化？玻璃？你没有腐化加强哎、欸？有腐化效果是怎样？清除你的身上腐化。哦，对啊，我刚刚就好像、欸、那是那个缝缝里面哎、欸，缝缝里面走进去，就有个怪怪的感觉，你知道吗？它里面有一个腐化效果哎、欸。对啊。然后我进去音乐变超嗨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要走进去吗？来，有腐化的人过来啊！没有没有，走出来就没了，走出来就没了。啊，因为奶妈可以消那个腐化，消除身上不好有哎、欸。嗯，看别人跳舞就可以让自己不会那么糟，是不是？对，就不会那么糟。笑死！他是我们吉祥物哎、欸。好、啊，跟着村长走啊！这是什么？嗯那里有个哎呀人，有个巨人是不是？那很大哎、欸，那很大哎、欸。哎呦，人很。然后紧快点，走走走。哎呦，我都看到一个骷髅人哎、欸，那有吗？要飞起来了。等他。那里面有那个东西可以飞哎、欸。哎、欸。立体机动装置。让他死
这里没有东西可以攻啊！阿爸，这是 overload 吧？这是。这肌肉多子好像没什么用哎、欸。哦，这一只哦，超大只哎、欸。对啊。把他带回家。在那个台子上，在那个台子上。我看到了，带回家都不行吧？不可以带回家吗？骷髅王，骷髅王外星人哦、喔欸！不能打了，白痴哦、喔，不能打了。不能打，他是外星人呢、欸。他是 DT 小灰人。哦，说话哦，啊，可以跟他讲话吗？可以，可以，可以。他这是 DT。我没想到，我讲不。等一下，我他不能跟他讲话。被他绑架了，动不了。等一下哦、喔。哦，有了。哎，让个位，让个位给你。让个位，让个位。哎、欸，后面有洞可以进去、欸，他超忙的、欸，超对。那后面有洞门没有啊？那个我想跟他聊天。哦，三镇直我放开他了。哦，有了有了。他被背叛了。可以讲很多话哎、欸。尘归尘，土归土啊，人嘞、欸。为什么要骚扰我？他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骚扰我哎、欸？你在蹭人家，什么意思？太高了，他要把他带回家哦。你为什么胸口上有一个？他杀了熊猫团团。我想说看能不能触发他也打我们。怪怪的声音，怪怪的声音，怪怪的声音哪里？哎，城墙上有骷髅人哎、欸。里面后面那个哦，里面哦，有爆紫色的烟吗？这是有紫色烟哎、欸，那个毒吧。哪里啊？哪里有紫色的线？会腐化哎！这里面呢、啊？我怕会扣在哪吗？是还好啦。哎、欸，补就好了。要进去就对了。哦，我现在是要硬冲是不是？要硬冲吗？哎呀，要吗？要吗？可是堂大家都进来了。好、哦、黑耶！没有人想退的意思啊，那就是冲啦。有蛇，有蛇，有蛇。眼镜蛇，我的靴子里有蛇。哎呀，这蛇怎么这么小只啊？好难打呢。里面有箱子，里面有箱子，我看到一个箱子。哦。他要到东西。哦。好像不太妙东西哦。哎、欸，这个有可以做蜂蜜。哎、欸，好大只的蛇哦！好大只哦！哎呀，这里真的是消失的秘术了啦！哈哈，做包包，做包包，消失秘术，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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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是经理！哈哈，做包包，拉力！妙，由于你是妙力蛇，做很多包。大蛇蛇，他鞋很薄哎，他比刚刚那个龙鞋薄多了。对啊。蛇哎、欸，阿龙没看到，阿龙哪里？没事，他没什么特别的资讯的。所以这里就这样而已。旁边没有东西了。No， 好像没东西了吧？那就他没看到了。啊，这是进来打蛇的，意思是？嗯，就这样。真可怜、哦。人太多了，有没有？他太可怜。哎，直接被碾压过去。刚刚那个到底有什么？捡钱。对面有吗？对面有钱吗？看一下。有相对应的地方看有吗？好像有哎、欸，有一个箱子吗？烂了，银币。有银条了。有银条哎。银币跟。对面比较强，对面有两个金币比较强。这边有、啊。好废，我捡到金条。金条。好扯哦。好耶。好好哦。好学哦。好了，该出去了，各位。他们说会生存出去，会不会跟外面那个吵架？他刚好说他蛇神，那我们现在把蛇派走、啊啊哦。他会不会扁我们、啊？这是他的神哦，那没办法、啊，这里有那个，把他打下来。这好红哎、欸！那不是，哎，被骗。他会生气吗？他说他经过什么蛇神的神殿什么的。
还是那是他下面的蛇？哦，那把它下面的蛇把它切掉了。这句话很微妙哎、欸，怪怪的，怪怪的。下面的蛇好像也没有。他互动有变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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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样的。啊？哎、欸，可是你看他的表情很痴呆哎、欸。他 O 口，可以夸他。O 口跟你一样啊。就跟你一样、啊，跟你一样。欸、他没鼻子哎、欸，伏地魔。动好快啊！那就是附近看还要绕什么？嗯，啊、这是怎么？他竟走在这边？好黑。要等白天、啊，晚上太黑了。快了快了快了！等一下就这样。那手环是他们制作的。哦，手环是他们做的。我们是他的实验品啊。他说他就是之前制作这手环来管制这些人类们呢、啊，好过分、啊，好，好扯、哦，我是他做的人，哦，我们是把手环啦，哦，我们被他监控啦，什么我们是他做的人，那他有说什么拿下来？他爷爷，刚刚还没看到、欸，爷爷，他讲太多话了，我需要懒人包，小雨靠你了，我也是需要懒人包，但是说人类太贪婪了。啊、他怎么知道？他已经在看一千年的人类了。哦，所以他是外星人吗？哦、他说他被背叛了。人类制造了奇怪的武器，然后背叛了他们这些管制者。哦，那背叛的不错，背叛的不错。那算白天了吗？算了吧，然后走哪边啊？我真的没有头绪、欸。是啊，小雨看完了吗？小雨看完了吗？还没在讲，还在讲。他话超多，话真多呢。哦，他后来跟人类达成协议，把一些土地给人类。徒弟哦，哦，然后他制造了沙尘暴，但是最后他没办法控制沙尘暴。哇，哦、好废哦！好过分、欸，就你，你好过分呢、欸！不是、啊，我们现在这些徒弟原本都是他的，我们只是人类打一场战，那是谁、啊？打赢之后，你是阿团呐、啊？你是熊团团？歪了啦！那个剑很丑哎、欸，歪掉了。你长歪的是不是啊？好扯啊、哦！然后去哪里吗？对，我们现在要去哪？我们先等小雨对话完。对啊，对啊。他讲了很久了，他说他很久以前还有一个人来，可是他没有带着手环。哦，无手環。然后他提到他们宗教里面最强的是一个什么蛇神的指环的时候，他就去找那个指环了。然后我们是就是这么久几千年来之后，他再遇到了另外的人。哦，哈，所以他几千年中都没有遇到人哦。对啊，都被那个骷髅兵打死了。对啊，没错。还有老没？好了，没了。他讲完了，没了。好耶。所以他应该说他有一个就是很强的一个什么蛇神的指环。指环哦，反正就是刚刚那条蛇吧。哦，那条蛇。可是哎，刚刚阿波在他说这里只是他路过的一个神庙，不是那个哎、欸，草紫草刃哎、欸，不是、啊，我是前面在那个地下道的道具。深渊之眼，然后还有一个三子圣泉，三子圣没有，所以不是没有什么，那好像不是不是，那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可能我们之后可能会遇到吧，那个寻找指环的男人。放记得先放好哦。走啊，三星，你快摔下去！三指真要塞、啊嗯。我知道，那边是三指真要塞嘛，对不对？对啊。哦，那应该我们家去那里面是叫三指真要塞、啊。哎、欸，那这样子，这个权杖是不是要放在哪里啊？是吗？那个三指真权杖先收好了，反正先收好，到时候会用到。还是要我资讯，就是上面有写。我看一下哦，你可以看他那个、啊、看资讯呢，资讯。紫权杖被发现于深渊残渣旁边的酸坑中，上面刻有古代语言，
第一行文字是权杖身上的发光五福纹，第二行字则是粗鲁地雕刻在第一行之上，遮蔽了几部分内容。哦，这个我截图一下好了。哦哦，而且这个人就是三执政之一啊。对，我突然发现好像这个跟我们讲话的这个人。对。战争制造者。所以后面还会再遇到另外两个吗？对，应该会再遇到另外两个人。希望他长得比这个好看一点。一份来自的礼物，我们建议并放在祭坛上，蝙蝠塔，哎，蝙蝠塔的祭坛。嗯，还没有，先讲到，还不知道在哪里。对，不知道，还没看。嗯，那就先放着吧。对啊，那就先收着。蝙蝠塔的祭坛。哦，我们今天推了好多进度啊，好爽哦！好啦，不然走回家好了。可以跟他说拜拜了。拜拜，再见了，克拉。咱们走回家。克拉贝贝，拜拜。继续嘴巴上上上，几百年。拜拜。啊，几千年后见啊！五年后再来看。一千年后再见喽。一千年以后。可以把我打晕拖回家吗？欸、对，小雨的男人啊，没关系啊，很早就有了。那好吧，走，边走边找吧。好吧，边走边找，找嘛。回家我，我回家路上找我男人。今天回家了是不是？是往这边吗？不要，就看新仔要走哪里，就顺便晃啊。对啊，我想说顺便晃。你要绕一绕啊。好。有那个奇怪的声音，就有人在攻击，有人肚子在叫。哎，有一整排的骨头人！哇，还有，这是免费的吗？不是免费的骨头人吗？他到掉铁啊，脑袋里哦，但看起来只有脑袋可以放得下。那是什么？好鬼哎、欸！可能是他的矿物质吧。矿物质？那他可能有点重金属重金。是什么东西？他有听到龙的声音啊？那是木头吧？又腐化了、啊，鬼啊！哎，不是木头哦。鸟色、哦，鸟色，鸟鸟人，鸟人。鸟人刚刚说他飞不起来的，谁说的、啊？谁说他不会飞？他输了，他输了，输了。对啊，他输了。有相关的恶魔，是可以进去。哦，蝙蝠皮耶，哪里可以进去？这个啊，我那个缝吗？是要放那个我的政权？哦，没有。那个欸、哎呦，没有。这里有石碑哦，等一下可以轮流来看一下哈。哦、太不明显了吧？哦、箱子刚是什么、啊？一些爪子，一些爪子，爪子杂物。我们办事的，哎、欸，头上，上面上面带一恶魔，头上卡住了。三只啊！卡住了。另外一边又可以下去啊！你好像很狠的，往上爬。不止三只哎，差多了。那边有两三只哎，怪怪的。因为这里是献祭场。我们这边做事还可以再带着来。這是什么神怪塔？神怪塔？还是我们
抓一只蝙蝠来献祭就好了。哎、欸欸，可是蝙蝠死光了哎、欸。边界的人。哎呦呦呦呦，还一只，还有，还一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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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办法绕下去哎、欸，这蝙蝠不会下去哎、欸。这带不下去啊，敲不晕吧？那就杀了。秒射哦！真的假的？他看其他人。不是啊，他自己有二段跳啦，所以你看我上次也被二段跳卖了、啊，卡住了是不是？你怎么办？对啊。哎、欸，杰克，你跳正中间呐、啊！哎、欸，杰克，杰克，跳这里，杰克，你跳这边，杰克，跳这里，跳这里，跳这里，跳准哦，跳准，跳准，跳准。太没死，哎呀不够，哎呀，太可惜了，不要拼命哎，什么意思？你盖墙，你盖路走过来跳，伸展台，伸展台吗？真不能盖吧？没有建筑的建筑吗？好恐怖哦，你们有建筑物的不是不能盖吗？哎、欸，旁边好像可以绕下来哎，旁边吗？对，这边，这边有一条路。哦，没有，他们只是在说中间的好像可以献祭人，不知道可不可以打开、啊。我以为要献祭蝙蝠嘞。没有，他们刚刚、他们刚刚讲说阿基总没有跳到中间，就是因为不知道能献祭掉。来这、来，梳子，你要献祭一下。啊，没耐力了。没数。没数。怎么了？又没数。我的血不可能会死。没有二段跳的不行啊！他一定要二段跳才跳得到那里、啊。他不能，他盖不了东西啊！不够远。没事，我回来了。二姐，那下次要带一个人来了啦。对啊，下次再托人来吧。走吧，走吧，算吧，换下一个地方。劝局，劝局，看去哪里啊？路过看到人再拖回来吗？对啊，最多得骨头，只能骨头，还是可以献祭骨头人。哈哈，那都没血，怎么献祭啊？不是还没死过？哎、欸，等下大家没有看到骨头的影子？还没，刚下面不是有人吗？哎、欸，下面的还没上来啊！来来来，点名点名，应该没有吧？楼下有人吗？点名，点名，点点名，点点名。来，一、二。啊，你是躲避哦。那边在点名，那边在点名，这边在点名。哦，对对，三在这边了。哦，三在这边。哈哈哈哈哈。是，你要说你喜欢。来，点名，点名。点名，点名，到四了。马粪四是不是？六。七。八。有十好，好走，走，好走，跟尊我拿走啊，我拿走啊。这边走又走出去了。嗯，这边已经出来了。我回家，我要找老公。哎、欸，差不多了，九点多了。对啊。是走这边吗？跟繁星走，还是就自由回家？要去捡男人的，去捡男人，然后我们就家里集合。哇、哦、好啊。可是我不知道我的男人在哪里。就看你断线的时候是在哪里。对啊，我不知道。我的也丢了、啊。在那个有蝎子。你在那个巫师之前，欸、巫师、欸、有人哎、欸，我可以献祭。太远了吧？前方。哦有哎、欸、有人哎、欸啊，在沙漠那边。哎呦是哦、啊。拉宝哎呦呦呦呦呦！他是寻宝猎人哎、欸。寻宝猎人吗？寻宝猎人，好像很厉害、欸，他衣服还特别的亮丽、欸。他好痛哦、喔！超等于他吗？鸡的寻宝猎人，好痛！
你不要走，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好，好像很微妙哎、欸。努力晕他。好像很，好像有点强哎、欸。很难晕哎、欸。等一下，各位吃盛宴，吃盛宴，很高、欸、吃盛宴，吃盛宴，盛宴应该是没了。是不是，我已经吃了，我已经吃了。不要死了！吃了再上，吃了再上。我先跟你转圈圈。你快跑！你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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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下跑！不要往下。这边有晕眩值，那这边晕眩值。哎、欸，宝藏猎人换打人哦，注意一下哦。我还一直疯狂戳我下。三只都很难打哎、欸，好痛哦！他会接击，他们不好惹哎、欸。这个、啊、这个比较可以，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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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这只这。哎、欸，你们那边两只的杀掉啦，我跟小雨这边的快好了。对啊，打这只吧，打这只，这只三分之一了，我、哦、没耐力了，蛋姐。我快死了！啊，我死了！啊、哦，好痛！喝一口。谁的男人在被打、啊？哎、欸，他竟然说你底下乱射人，等一下。我的棒棒在哪啊？这里这一只，这一只一半的，都在人身上。哦、他超强哎、欸，怎么有一只？哎、欸，那个拿毛的杀掉，那个拿毛的杀掉了。那个拿毛太痛了，直接杀了吧。拿毛的，我杀，我杀，我杀。好。吓得不要再追我了，你够了哦！杀掉了，杀掉了！他左头上有两箭呢、啊，不是加成爆发成，就一直在射箭呢。我的，加成爆发的组啊！此处不能有箭组啊，此处不能盖东西啊！啊不！灌水，灌水，直接强灌水了。绷带，绷带。我们在拉着谁？拉着谁？我都在拉。哈哈哈！多的绷带吗？有有有，太地板的。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阿超追过来。你冲啊！他很狠啊！他快晕了，他快晕了！他这是晕还是没晕？晕了！快点，绷带，绷带，你们快崩，快崩，快崩！绷带，绷带，绷带！等下我要做绷带，我没有绷带。哎，地板，地板，地板！有没有水？有没有水？救水！没有水，没有用啊！地板，救水！我被打了。有啊，这个芦荟精华可以，芦荟精华，我丢在地上，我丢地上。浓一点的是可以的，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浓一点的可以，浓一点可以。哎，我地上这边有一瓶，我这边地上有。好痛哦！哎，是不是没了？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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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走了走了走了，先把他推回去。冲上人，冲上来杀人，好好恐怖哦！真的很不要他一刀把雨衣戳死哎！看你那边缝缝带，直接冲过去戳雨衣刀。我剩下四十滴，他直接把我戳死。那是什么？是血的嘞！哦你们已经脱水了。还好晕了，还晕了。走吧，走吧，走吧，带去那个上面吗？你说鸟舍吗？对啊，去鸟舍看啊。走啊，走。鸟舍，我想问他比较稀有呢。我对啊，我想问他比较稀有呢。带回家吧。那要拖回家吗？回家。那不如把它拖回家。对啊。要把它拖回家看。我以为带去鸟舍诶。它下面好像是血，它是斗士。对，他是斗士，他是寻宝者斗士。
对啊，那不然就把他拖回家，下次再拖个普通人过来就好了。对啊，嗯，可以啊，反正我们家这么多人啊。啊？好，反正我们家这么多人。回家了，丢一下绳子。我好像比较死不快啊。我这边还有多两条。我往这边比较快、欸。发发哎、欸，发发已经回，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是不是？他刚死掉了吧？是吗？哦，那我们走吧。阿发阿发，我们要回家了。没有东西吗？没有哎、欸。但是骨头人。没有，就骨头人而已。骨头人。那叫什么？哦哟，好高哦！爬不上去吗？好不要，太高了，太高了。小雨不能走吗？对啊，我不能走。不行，那小雨不能。我拖着找缝进去。小雨陪你啊，走啦。对啊。有啦。看一下缝从哪里走。沿着墙走。找个缝。我不能爬起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在帮你看，我在帮你看啊。看一下，要走高处看。对啦，只能往前了啦。啊。没事，他再怎么安全，也不会比我拖着的那个人不安全。哈哈哈哈哈！阿小雨，你的男人，哎、欸，你男人在滑啊？哈哈哈哈哈！对，我男人在滑跑、欸，哎，笑死！啊，这边可以走，这边可以走。啊，这里啊。啊，走出来就好了。出来就好了，下去沿着河走了。转了，转了。要回家了，我会忍着尿了啦。好笑，为什么招牌似的？哎呀，对，继续走，继续走。嗯，这里有点高。哎呦呦呦呦！有大白兔，要口皮。大白兔，真的，好不科学。没有人呢、欸。大白兔，这有人，这有人。哎、欸，我们都是同一校的，大家可以。没错，没错，没错。帮忙，帮忙。好呀，好哎。哎，这里好多人，需要帮忙，需要帮忙。好哎、欸。多挖一点走，挖一点人肉走。哎，鳄鱼来，鳄鱼来。鳄鱼被踢笑了，看你有什么事啊？看到我也能吓到。鳄鱼打我，打奶妈也在哭哦。哎呀！哎，不要打我奶妈。住手！拖着这人在那边晃，走吧。啊，真是敌人。啊，算了。哎呀！啊啊啊！捡、啊、那么高哦！这个这么高哦！完蛋！他不是很矮吗？哎、欸，你要不要传？你传阿旺吧。啊，对啊。哎、欸，很高哎、欸。那个有那么高、喔？平常不是都没事，奇怪了。太好笑了！哎、欸，怎么看一下？哎呀，我看一下密码。阿米瓜。哎呀。
欸，怎么没有呢？对啊，怎么不行？对啊，为什么不行？小雨，小雨，请来认领你的老公，他在我旁边。哎、欸，我们传不过去、欸，哎、欸，哎，对啊，对啊，传不过来是？你有成为管理员吗？有，那个管理员变不过去。哦。你有完成就是成为管理员，然后他密码会就是咪咪咪咪咪在画面上。小雨，我把你那个老公带回去啊！好好好好好，我现在不能变那个，真的不行哎、欸！哎、欸，那寻宝猎人归你们回家，帮忙那个。可是寻宝猎人不见了。啊？他不是掉在地上？掉在地上吗？没有，他不见了。他还是他在那个坡上面。拖着的人消失了。啊啊！我昨天看不到，因为我现在没办法变成管理员，只有看到你的那一个贱人而已，没看到拖着的。哦，你不要再踩了。嗨，嗨，嘿，哎，他爸爸变成管理员本呢？还是我重进啊？你设定嘛，然后速器设定，对啊，成为管理员啊。对啊，就是打那个密码没有办法变。我跟小雨打完之后，你的那个上面那个有出现一堆点吗？没有啊，没有啊，就是完全没有。国敏之好啊，是，我重进啊。做人在干嘛？看不太懂。我做成祭品之后，我获得了什么？啊？什么意思？哎，你说要硬币吗？就，对啊，那硬币是要做什么的？它你应该可以看到，它有升级的东西，有没有？哦，升级圣所啊。对啊，你那个它是热情表现呢、欸。啊，你的啊升级不是会很像一样的图案吗？啊，你的不是吗？
我的不一样、欸，你点得开吗？我点不开啊。哇，你要不要？你 要喝喝蜜酒？嗯，我的私藏酒。哎呦，哪一罐啊？地板。地上的酒。你拿一个走。直接喝啊。好。你在哪？欸？我没拿到欸。假的，我看不见欸。应该有吧，很像一碗东西的。我没看到啊。欸，那我再拿一碗。对。有吗？有在我身上吗？有吗？有吗？啊，有，欸，看到了，对不起。鲜酿蜜酒。哎呦，得到了逆特拉祝福。哎呦，哦，深渊之眼，金牙。应该差不多吧。这是，哎、欸，他回家嘞，他好棒哎，他回家哎。那谁？我老公。好老公吗？小豪老公。可是我老公没有回家，我的就刚。嗨。嗨。哎，我刚要放哪里呀、啊？他不见。刚要放哪里？啊！我有捡到一些钢哎。你就放到熔炉就好了，大家有需要再去拿。好。哎，我刚刚怎么使用？报告，我游戏出来了，重新一下。嘿嘿嘿这边要给大家看，爸爸要给大家看一个东西。我的 magic 哦 ，magic 哦。好。magic 来啊来 ，magic。啊？丢太远的啦。你丢什么？去哪 ？magic 不见了。去了。你丢什么？来这里。丢太远了，不见。哪里哪里？啊！他不在，在我这。magic 跑到房子下。哦，对对对对对，哦哦哦，好冷，好冷啊！这什么东西？可以打吗？祭坛，这是好人吗？他是我们的那个哦，是伙伴。难怪你的像蜘蛛网。是不是阿拉哥？阿拉哥？哎，可是可以打到他哎。对啊，哎，他睡海哥的，他睡觉了吧？他睡觉了吧？他倒下来。他就是时间到了，他就。哦，所以他就死掉了，好可怜哎、欸，超短的，好恶心哎、欸，五秒。你这个是侮辱我们的那个神毒蟹神明吗？亵渎人家的神明，亵渎，你又要断线了？哈哈哈哈哈哈！亵渎就是，好像很过分、哦，好像很诅咒啊。救命！那我们就是要集合。你家的男人，大家可以来看东西。我家的男人，他怎么这个古筝？你的低头吸有乐器。哎呦！芳芳啊，我给你去做这个蝙蝠头好不好？芳芳，哪里啊？哪里啊？好可惜啊，不能自己弹哦。啊，就按你在哪？我用不到，在哪？在你屁股后面有 button。哦，看到。好，我来做蝙蝠。很有氛围。啊，感谢感谢，我去做一下。他是乱弹的。对，他是乱弹的。换我的奶妈在火影跑了。今天的。我找一下蝙蝠。哎，种树。红龙哎、欸，好恐哦、喔！红龙跟绿龙，大家没有看到那个绿龙？哎、欸，我们之前那个药是哪里还有没有绿龙？蝙蝠头要两个才能做出来。要，但那个炼金台啊，炼金桌子在。那下次再。这个做盲装。这黄莲花蝙蝠笔耶。对啊对啊这个蛇毒线可以干嘛、啊？
点了，来了，点喽。哦。Wait a minute。深渊之漏。哎、欸，小雨。嗨。你这深渊之漏可以做食物吗？深渊之漏，等一下哦。我直接顶着房子加好了，我直接拿去烧。好。你不是要交接了吗？啊、哦，来了。哦，十点了，来进行我们的村长。要不要先看？要那个啊，战利品箱。哦哦，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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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我都放了，我都放了。我也都放了。来哦，打给来哦，大家都有到吗？哦、有哎、欸，绿龙头有哎、欸，有啊，我刚放进去的。你有拿斧条看到？傳奇盔甲没有哎、欸，我是拿一个传奇盔甲修补套件这个。哦，对哦，银石。我是拿我们宗教小刀拨到头的。那我们宗教小刀好强。超强。也没你也不过如此嘛。巫术咒语液不知道是那个不是地上捡一捡会捡到的吗？对啊，我、哦、那个大锤看起来很潮哎、欸欸。我记得这个好像是那个祭坛会有需要的材料哎、欸。哪一个？哪个、啊？要看你们宗教的祭、哦。对，好像每个人不、哦、每个宗教不一样的东西。哦。看到好像没有在上面。哦。嗯、啊，那个反正你看到会把那个。我会丢两个进去。哪个？哦，然后。你说武器吗？可能你刚不是说挖到那个大树材啊？什么材啊？啊啊！你说什么？我说刚刚团不是说挖到那个大锤？大锤、哦？武器也是哦。啊、是我的奴隶的残渣。哦，那是我奴隶手上的。奴隶手上的。奴隶手那个啊，他死了。我死了。哎，你死了。武器。哦、那个那个什么说话难题的那个大锤，没有没有，对对对，我只是说他很帅而已。哦，那个是他努力时候的衣物。对，哦，原来是你努力的东西。为什么有一个很帅的锤子？弓形护腿。我说那个啊，繁星，你可以把那个弓要开一开。弓怎么开一开？弓印材料可以打开的，可以抽。我这可以开哟、哦，抽卡抽卡。怎么抽？怎么开？我那是福袋啦。使用它，使用它、哦，用了啊，好烂哦！你看，植物纤维，好像是烂，真的挺烂，很卡。他们有抽到比较好的吗？他会抽出神器哦？没哦，不知道哎，好像铁吧？哇，神器啊！那两把武器有谁要？长得一模模一样样，少见对不对？对，少人对，寒手人。嗯下剑就一模一样的一样，双手刃吗？还是双手剑？一样啊，拿都一样。拿你拿，那我拿吃草刃。嗯，你拿你拿。好，哦，对，刚还要打一只王，有掉了一个权力的碎片，这个东西也蛮重要的。权力的碎片，啊、好的哦。看起来感觉就是跟权杖有关的。就是都是一个系列重要的，嗯，来团团，嗯，来地上捡面具，哎，面具在哪？我交接地上，啊，上次也是交接这个啊，对嘞，交接应该是要找五娘对不对？我们这次就在这里了啦，啊，还没改建完成呢、啊，之后再说，时间不够，时间不够，哎、啊，没错，好哎，那加。下次就我要想一下，下一次要干嘛了？下次感觉好像下一次可以玩啦，感觉就可以直接去那边玩啦，对吧、啊？都去那个沙漠。对啊，那一块感觉超大的。哦，可以啊。哦，休息喽。上次还有很好玩。哦，有巴啦，巴巴，还很大啦。巴啦巴啦巴啦。
解散解散解散！我操操操，回家！哎，西凉姐姐，哦吼！我老公怎么像无业游民一样？真好好笑！皮匠回来，皮匠。我去，多什么东西吗？好像没有。那这边。没有啦，感谢啦。但是这款游戏很多我们都还在摸索，所以其实哈基他们玩过了嘛，其实一直都有在暗示，所以我们真的卡关的话，哈基他们其实会跟我们讲，就是不用教我们没关系，因为啊哈基会那个还是会偷偷的就是引导一下啊。还好冷哦，要死了要死了。哎，好啦，点名安妮在吗？还在上班的安妮，看一下哦，番茄关了没？哈哈哈，我有调小声的啦，所以不会那么大声啦，有没有？这次姐姐的音效比较小声了啊，有看到那个吗？兑换夸松有没有看到？关了哦，好不好？有没有看到那个夸松？夸松，这个啊，这个是想说那时候在，因为雅思说他那个音效有两个嘛，不是因为那时候他说他没看到，所以我又新增了一个，就重复了，他看错地方了，明明就有夸松。对，然后就在传，发现说，怎么一个啊可颂面包的图案，点开哦，夸松啊，我就新增上来了。夸松，可是他夸松的声音好短，哎，好了好了，很可惜刚刚的努力不见。可是你们不是说不那个不是说其实没有很稀有？不是，你要知道，我们一群。好不容易辛辛苦苦打完之后，你直接跟我们讲说还好没有很稀有，那种感觉很差，懂吗？那今天不要安妮受戒塔怎么才1000？我调错了吗？等一下哦，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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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要调回来，等一下，怎么可以那么便宜？完了完了完了！要换的赶快，现在打一趴啊，不，一折优惠，快点！现在安妮烧戒塔一折优惠，快快快快快，要换要快哦，我要改掉了，用错了啦！观众奖励忠诚点数。怎么会改掉啊？我没有动到这个啊。看一下哦。安妮少戒。连红哦没有诶。边。涨价。1000。10000。储存。啊来不及了。好了。回来了。涨价了。是啊，大家都反而有点吵。不是，你要知道，没有那么多人有10000点，好不好？这个1000点是意外。夸松，夸松。哎，好啦，班，明天再看姐姐好不好？啊，反正今天要去问番茄有没有玩那个 Rift。夸松，这样就可以教他。反正你看，现在淡水自由了，所以比较麻烦的是食物这类嘛。因为讲真的啦，那个游戏你太多人玩的话，你前面很快就饿死了。你看哦，那个游戏不像东石大，东石大是大家可以出去找资源之类的。啊，那款游戏就是物资就在海上，你要慢慢收集，你收集的过程中已经有人要渴死饿死。啊，你赚了27000，赚什么27000？
还没用到就回去了，哎，行啦行啦，哎，好啦，先到这样啊，你也可以玩哦，好，那明天看姐姐吧，好啦，先这样啊，他们好像在聊东西，我过去听了，大家晚安，辛苦了，拜拜拜拜，哎，不要感冒咯。哦，对，我今天开始回去练健身了。哦，现在肌肉有点酸，所以，哎，哦，你说你赚了这个哦，白痴。好啦，大家拜拜，拜拜，拜拜。